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此时此刻有多少朋友正坐在马桶上观看我们的节目呢？让在马桶上的朋友扣一，是不是有点尴尬呀？那就请不在马桶上的朋友扣下一吧。有一说一，马桶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舒适的马桶无疑会显著提高生活的幸福感。随着科技和设计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智能马桶，能够全自动冲水、清洁、烘干、加热马桶圈，有的甚至还有语音功能，大概可以在缺纸的时候帮我给机友打个电话吧。同时，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出现过非常智能先进的马桶，比如去年年底播出的现象级神剧《瑞克和莫蒂》的第四季第二集。我们来给没看过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剧情，看过的朋友呢，请在弹幕狠狠夸一夸这部神剧。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5A级景。不好意思，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科学狂人瑞克的厕所。画面中心的这个马桶看上去好像有点平平无奇，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马桶，可以分析排泄物的成分并反推消化过程。在本集中，瑞克正是凭借这个功能抓住了偷偷用他马桶的托尼。这让我不禁怀疑啊，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斯坦福团队是不是这部剧的骨灰级粉丝？因为啊，他们最近发明的马桶实在是太像瑞克同款了。不仅全面吸收继承，甚至啊还有所创新。前方高能，正在吃东西的非战斗人员，请马上撤离。近日，斯坦福大学的一支科研团队发明了一种能够对使用者的排泄物进行分析，从而尽早发现疾病迹象的智能马桶。这种马桶可以通过视频拍摄分析尿液的流速和流量，还可以用试纸测量尿液中的白细胞数量以及蛋白质含量。通过以上两个指标，马桶可以判断使用者是否患有膀胱感染、癌症、糖尿病或者肾衰竭等疾病。马桶还可以对便便进行图像识别，根据其形状、颜色、硬度等对其分类，识别的性能和准确度不亚于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以上呢是全面自动化吸收继承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有所创新的部分。这个功能啊，就是用户识别，其实这是很必要的创新。毕竟有多少人能像瑞克一样财大气粗，一人独享一个马桶呢？大多数时候啊，都是一个家庭共用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每个家庭成员的数据互不干扰，马桶必须能有效识别使用者。高能点在于，它识别的部位有点超越人类想象的极限。使用者并不需要对着马桶刷脸或者别的什么。马桶内置的摄像头会识别排便部位因人而异的皮肤褶皱，我们就称之为菊纹吧。没想到吧，除了指纹、掌纹，菊纹也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冲水按钮上还嵌有指纹扫描器，能够再次确认使用者的身份。最后，所有的健康数据会通过网络存储到加密的云服务器中，如果使用者愿意，可以提供给自己的医生。不过，如果有一天这种马桶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大家可能就不仅要担心自己的手机、电脑被黑，还得时刻挂念着家里的马桶会不会被黑了，说不定还要专门给它装个杀毒软件。我也建议这个斯坦福的团队可以和毕导合作一下，把水花也控制一下。在这里插播一条消息，瑞克和莫蒂的官方在4月1日正式宣布，第四季剩下的5集呢，将在5月3日起陆续播出，信不信就由大家自己决定了。随着4月的到来，武汉解封，天气也是越来越温暖了。正如秦观诗云：“清明天气最游廊。”我家马鞍山呢，这两天的最高气温也都超过了20度，让人真想出去踏踏青、赏赏花呀。说到温暖的天气啊，那就不得不提起南极。这个我来替阿璇解释两句啊，他不是在家上网课上的失了智，而是看了一篇最近刊登在 Nature 上面的文章。没错，最近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发现，在9000多万年以前，也就是白垩纪时期，南极不仅一块冰都没有，甚至还是一片平均气温13摄氏度、夏天可以达到20摄氏度以上的温带雨林。有些聪明的同学很快就会想到，根据我们高中2年级学过的地理知识，地球在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公转的同时，
还绕着跟倾斜的地轴自转，因此地球的两极会出现极昼和极夜的现象。那具体到南极，极夜现象会持续大约四个月，一年之中有四个月都见不到阳光。难道说南极的森林里长的都是小喷菇和阳光菇吗？按照科学家的推测，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存在一片茂盛的雨林，那么二氧化碳发挥了重大的威力。当时的温室效应应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此前的研究中通常假设白垩纪的二氧化碳浓度为 1000ppm， 但根据这项研究的模型，二氧化碳的浓度要达到 1120-1680ppm 才能符合之前假设的温度。光听这个数字大家可能不是很有概念，我们在这里提供另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美国夏威夷蒙纳罗阿岛测量站于2019年5月测得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数据为 415ppm， 这已经是数百万年以来的最高浓度了。那问题来了，科学家们是如何得到9000万年前南极森林平均气温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自挑过西瓜，我反正是不会挑，总是恨不得挑的时候啊，直接挖一块瓜瓤出来看看。当然了，我肯定不能这么干，但是有人可以。没错，我说的就是地质学家。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工具，能够从地底下把岩石成块的取到地面上来，取上来看一眼就知道这一片的石头保不保熟。结果发现了一个保存的特别完好的树根化石样本，几乎可以分辨出单个细胞的结构，样本里还含有大量的植物花粉和孢子。通过这些以及一些其他的化学证据，确认了当年南极森林的温度。虽然如今的南极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温暖，但是南方的冬天也不等于是一片冰冷。快要高考的同学，淮河以南唯一有暖气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一下。袁老师对此点评道，说到温度，最近合肥的温度就很给力，满30减15，部分时候活动力度大会减20。前几天刚穿上了衬衫，今天又不得不把毛衣加上了。说到南极的温度，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南极洲记录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热浪。澳大利亚科学家表示，今年1月23日至26日期间，南极大陆东部的凯西站的气温连续三天偏高，最高达到 9.2 摄氏度，最低也高于0度。在凯西站31年的记录中， 9.2 度的最高温度比平均最高温度高 6.9 度，比此前记录的最高温度至少高 0.2 度。这样的热浪会对南极洲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呢？大多数生命生活在南极不结冰的小绿洲里，很大程度上啊依赖于冰雪融水来获取水源，融化水将给这些生态系统提供水源，从而增加苔藓、地衣、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生长和繁殖。但是过量融水也会挤走植物，并改变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群落的构成。总之，气候变化已经很明显了，不能不关心。令人感叹的是，就这还老有人说全球变暖是骗局呢。之前啊，我跟大家说过，我收集了很多和肥胖相关的论文，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篇，那就是最新的研究证实啊，就算是不吃东西，只闻气味都会长胖。好吧，难道以后连在蛋糕店门口只是闻一闻味儿不进去的操作都没有了吗？大家大可不必惊慌啊，这次的实验对象不是我这种肥宅，而是线虫。对，没错，不是线虫，而是一种常见的模式生物——线虫动物门的线虫。这项研究由美国贝勒医学院教授王蒙领衔，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面。研究人员做了一组气味暴露实验，不给线虫吃的，光给它们闻不同的味儿。在容器中充满二丁酮时，线虫的 AWC 嗅觉神经元的活动会受到抑制。而当线虫闻上四个小时，身体的脂肪量很快升高。好在调节作用是动态可逆的，当把这种具有一定芳香的气味消除后，脂肪的水平还会恢复。大家之前总听我们介绍小鼠相关的实验了，其实线虫啊也是一种常见的模式生物。王蒙教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研究脂质代谢问题时，线虫体系有许多优点，体型小，生活周期短，以及便于大量培养和生化分析等。我们以后也许还会介绍很多和线虫相关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也只是在线虫身上，不能说明人类也会发生，所以大家该闻味的闻味，该看吃播的继续看，但还是要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下一次我要分享的论文可能就不会这样轻松有趣了，我们可能要开始面临血淋淋的现实了。4月8日，索尼发布了全新的 PS5 手柄设计，瞬间成为游戏科技圈关注的热点。先看看功能上的改变，新手柄搭载了触觉反馈功能，可以为玩家在游戏中带来更好的震动体验。另外，索尼还带来了全新的自适应扳机，
可以根据不同的游戏情况提供不同的阻力反馈，比如可以让拉弓射箭的触感更为真实。最后，新手柄还升级了更好的降噪麦克风以及 Type-C 接口。抛开功能，外观方面的改进则是引起了大家更大的关注。 PS5 采取了黑白撞色的设计，白色覆盖了手柄两侧和上部的大部分区域，原本位于手柄背侧的光条也移到了正面。众所周知，在这之前啊，每生产一个 PS4 手柄，就会有一位黑丝美少女失去双腿。那么现在呢，每生产一个 PS5 手柄，就会有一位特鲁失去衣服。这种双色的设计也激发了网友的创作激情，各类马里奥、塞尔达之类的联名设计都让人眼前一亮。当然，这也不禁让人期待 PS5 的本体是不是也要采用撞色设计了呢？作为一名 PS4 用户啊，我每看到有 PS5 的新消息流出时，就感觉自己的 PS4 又慢了几分。恰好前几天又听说索尼入股 B 站的消息，和我一样充满期待的大家，不妨给我们的视频来一个一键三连，支持了我们就是支持 B 站，支持了 B 站四舍五入也是支持索尼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圆周率的全部内容。那么首先恭喜上一期的获得 U 盘的幸运小伙伴，在这里要向大家道个歉，在上一期这个讲解核酸试剂盒的节目中，我引用特朗普的事例说特朗普带货了抗体试剂盒，其实是一个错误，特朗普带货的其实也是一种核酸试剂盒，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对不起啊。为了深表我们歉意，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加大抽奖的力度，从评论区当中抽取五位幸运观众获得我们的主题U盘。想要的观众朋友们在评论区与我们多多互动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